老规矩，开局先检查队友分成。Hello，巨牛逼我的哟！等等，怎么感觉和主播似的？哎呦，可不就是本场倒牛 B 级大佬巨牛逼选手吗？巨牛逼，这不是主播吗？那个是成分的，进去那个，低调低调，竟然被认出来了。那个我就前几天撞哨子，今天打2v2居然还能撞到这个人，巨牛逼我就。可以可以，哎呦，那就让本局牛逼选手识别下你的分成吧。别打你知道吗？你有这实力吗？啊，你有这实力吗？巨牛逼！啊，听说你们那个开了个 YY 俱乐部，前几天点了一单，非常的靠谱。给你大爸爸身法粉头灰皮肤天蓝上衣尿不裤，而且本局牛逼选手记得刚才还头顶巅峰宗师的大字标是吧？首先来波长岛最高鲤鱼发来最真挚的问候。主播能不能素质点啊？主播低调一点，知道吗？本局牛逼选手这还不低调吗？本局牛逼选手直接目测这名选手是个传说级别小孩哥选手，身份有点不简单啊，竟然是巅峰以上。主播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小学生啊？他们都说我声音像小学生。呵呵，一点都不像，本来就是好不好？像不像？百分百小孩哥选手。什么意思啊？你还憋我啊？你能开麦吗？主播能开麦吗？众所周知，本局牛逼选手从不开麦。能开麦吗？直接长岛最高礼仪。又发大便，可以可以。又发大便是不是？小心我拿筷子。快你个大嘴巴子！没看到本局牛逼选手在一直给你发来长岛最高礼仪带来最真挚的问候是吗？我拿筷子。然后呢？加水泥是吧？他在干什么？这都不懂还用说吗？这怎么了？一看就是畏惧本局牛逼选手的。没必要吧？我丢！主播你素质了，小孩哥选手你在狗叫什么？这分明给你展示一波长岛大黑拳好不好？哎呦，这小孩哥选手有实力，最高16星，还有豪华机票，身份不简单啊。